凶生的羊熊，大家晚安。谢谢切尔东的叔叔平安。こんばんは、アツさん。お久しぶり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阿准，等一下，小美跟小美起哄了。另外一个小美是谁？谢谢 Jack， 谢谢富贵哥，杨公公晚安。こんばんは、さくらさん。谢谢真真，谢谢有希希喽。不是小妹妹，谢谢拉拉，拉拉姐姐，拉拉姐姐好久没有打开让 live 了吧？草莓酱晚安，谢谢小说，教主晚安 ，forever 教主晚安 ，Kevin 晚安，大家晚安，妹妹安慰一下茶茶，这个我要跟他，我待会有话要跟他讲，如果他今天有来的话，那如果没来的话就麻烦大家传话了。Hello 梦幻吃香晚安，谢谢，嗨小猪晚安。恭喜妹妹升格，第一次上节目，如果手绘加布一直说话，谢谢九蛋，感谢九蛋，和恩晚安，阿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かったね，本当に嬉しかった，谢谢三七七，不可以，还不能无憾了，还没有，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好不好？不可以这么快就无憾。谢谢志伟哥，大家晚安。谢谢杨公公，好，等一下，谢谢文凯，好，等一下，上面的恭喜升格我都看完了，对吧？谢谢白白啊，谢谢富伟哥，谢谢陈，谢谢陈，小爱晚安，小青晚安，耶，小青也 ，Hello 钢铁面粉听起来好可爱哦 ，Hello 幻月晚安。录起来，为什么要录起来？什么发生什么事？小艺你等等哦，刚放学的面面，你知道我刚刚很认真的发现我只要就是你看哦，我现在坐正，然后坐正哦，然后笑，我看起来像我们这样高中毕业照。有吗？我觉得超像的，就完全就是毕业照。然后你看露耳朵，有露耳朵。然后如果没有要考试的话，就不用露眉毛，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耶！谢谢钢铁面粉。钢铁面粉是高筋还是低筋的？通常是用低筋面粉做那个甜点，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是低筋面粉吧。我喜欢吃甜的。Hello， 花栗鼠的仆人晚安。怎么办？好大声！笑死我！同事也叫面钢铁面粉，为什么？礼拜日看到活力的面面，充满能量啊！真真，超开心的，真真有在现场。Hello， 北川新之 ，Nobuyuki， 谢谢飞镖 ，Jessie 晚安，谢谢小爱，耶、yeah, ，放烟火，谢谢奶奶，谢谢咪咪。谢谢 Dream， 以你为荣，我也 love you。今天是萨拉听起来好好吃哦，萨拉姆吗？我全套吗？可是我有穿裤袜，因为今天好冷哦。而且其实我发现这件变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 M 号。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松呢？爱大哥大，今天是正式生面面的第一次直播，是的，大家晚安。晚安。JK 面面酱，Hello US 晚安。穿这件衣服跳爱你吗？爱你还要学踢踏舞哎！大家晚安，这样。飞远远这样子有像在日本那个现在路上看到的孩子吗？
K 的呢？嗨，我现在还有脸说我自己是 JK 吗？我已经19岁了耶，怎么办？我才爱杰西，杰西我的，点你头像好，哎、欸，好棒！是我跟杰西耶，超厉害的。哎、欸，杰西，你看小易的，你看小易的头像。谢谢本网娃，阿欧加阿里嘎多，谢谢变成新鲜柠檬，谢谢飞彪彪，阿里嘎多萨库拉桑，谢谢佑生，谢谢玉安，谢谢志伟哥，谢谢阿蠢蠢，谢谢英娜，谢谢宇宙。晚安晚安，谢谢聘聘，谢谢杨公公，谢谢珍珍，谢谢 Inody， 谢谢北友元，谢谢大家，永远都17岁。哇，我的希望我的脸未来不要老起来的。花季喵喵晚安，谢谢骷髅骷髅晚安，晚安晚安，果冻橙橙晚安，小青跟晨晨都开始放假了吗？就像我也18岁。阿里嘎多，萨库拉桑。他晚一点下班过来看，好的，收到。小飞鸟晚安，谢谢晨晨，谢谢晨晨跟小青，爱你们。晚安，你都没发现我有看到骷髅进来啊？谢谢骷髅，超级开心。九蛋欢迎回来，谢谢钢铁面粉的 kiss 啾啾，嗯，哇，那滴 kiss， 谢谢小飞鸟，谢谢柳川，谢谢丑大叔 ，Hello 执念晚安，阿正欢迎回来，啊，对，除了升格以物，谢谢木婷，木婷，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贺喜大喜面面，谢谢骷髅，哎，骷髅，骷髅现在头贴看起来很可口啊。Hello， 婷真晚安，你有穿裙子吗？有啊，我刚好站起来啊，对吧？谢谢孙雷，我有看到，谢谢孙雷，感谢大家。通常啊，我以前看的那一种是贵族。日本贵族不是都要那个吗？就是高低跟哟，对吧？可是其实我不知道高低跟哟应该要翻译成贵安吗？就是很高阶的早安是吗？礼拜日在无头骑士区看到哭哦，哎，我有很认真的往你们那边看，哎，我发现 I 应该算是最底线， I 还看得到脸锥有一点点难，但是看得到这边，就还看得到这里，靠下巴认人可能有点难。谢谢佑生，谢谢本网娃，谢谢羊毛绿铺，谢谢万龙万。Go kick and yo， 谢谢本网玩开香槟了，耶、yeah！ 啊，对，我今天要宣布一两件事情。听说面面奖升格成钻石山了，おめでとう，阿里嘎多，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还有一架琴音号飞去西雅图，这架还未命名，还未首飞，所以请命名。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跟杰星从好像没有取过 CP 名称，对不对？我们每次都被喊母女，可是你看哦，小琴跟01就是琴音，然后不然就是0158，对不对？累几口哈。好的，那我要进入正题哦，先让我提一下，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那个吗？我跟杰星的 CP 名称，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要突然选 CP 名称呢？这是小易给我的想法。好的，大家晚安。再来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吧，还是明天？今天会播出我跟雨晴还有林杰，我们三个一起上的《国光帮帮忙》，对吧？然后还有我的第 C 部。握手会已经完售啦，谢谢大家，耶，阿里嘎多。
母女已经来处女。红安晚安，好久不见了呀，西西。西部也填了一些，对，那个因为西部今天填完了，所以我又加开了一部西部，在2月29号的第一场吧，第七部第一场是12点开始的那一场，所以大家请务必吃完午餐再来找我，不可以昏倒哦。对，妹妹有低了，加开加起来，谢谢谢谢艾瑞克。有一了，没有啦，有 D， 目前是 D 哦。西部的关门凶手在这里啊，现在在日本逍遥的那个呀。现场看到你升格哭成那样，还也算值得。你是不是？我记得任品君他们被那个被柱子挡到了，你的视线会被挡到吗？因为我没有坐在那个。没有坐在观众席看过，我不确定那里有没有被挡到啊？你那里会被挡到吗？西西，23.3例吗？可以帮我那个确定一下，国光帮帮忙是几点多吗？因为我们也没有被通知是今天，但我发现大家超厉害的，找到预告了。被阴了好几次，这次一定要填。Lingo， 你还敢说？你太晚了。你看人家夜袭夜起来，耶！柠檬球晚安。被挡到的人是我八四人品君，哎，是谁靠在人品君身上啊？我在侧边看，你很哭得很惨，很清楚1080P 哦。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被打脸了呢？因为我拿着麦克风说我今天一定要哭得很好看，于是就出现了的照片。可恶可恶可恶。对，三立 MK 晚安，好险有开第一步我可以填了，这次要加油，快点快点。 CL 木易晚安，还是很可爱啦，你说好了，这样是有贯彻我的，贯彻我一路以来的样子。没有，拍照姐姐努力了，跟之前比真的算好看啦。其他的 mini concert 的照片吗？谢谢 UC Hero， Popo 晚安，谢谢 Popo。OK， 好看呢、啊。官方破了那张面面超棒的，哎，就是要亮才会让你们感受到，就是我在动。鼓掌鼓掌，喂，晚安，谢谢早魂。经典的表情要世世代代传下去，那要代表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大概也只有我升格长那样了吧，对吧？哈哈，草哥，安娜姐姐晚安。请问面面酱，我可以支持你吗？もちろん。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为了请多多指教了，谢谢你，谢谢托姆的 kiss 啾啾，晚安托姆。谢谢安娜姐姐，那安娜姐姐下次要穿水手服来我手绘吗？跟着人品君一起。因为你知道我今天我在台上跳舞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任品君跟早葵在秀恩爱。Hello， 红烧茄子，你是被谁红烧了？怎么办？为什么突然红烧起来？哈姆汤，可是你不是想要吗？花大晚安，花大。被可爱的面面征服了，感谢你面面的可爱啊！对不起，我看到反了。あ、じゃ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有面面地步哎，我会试着在乐亭里和你打招呼的。哎，不管你说升格不可以吐槽的，请今天当个。假装好像很疼爱我的桃花哥，今天一天就好，假装。你说说晚安，
夜空 Sky 晚安。安娜姐姐的水手服真香。安娜姐姐，安娜姐姐，安娜姐姐，那你决定要穿水手服了吗？雨婷晚安。Hello 一晚安，米索索晚安，七夕晚安。破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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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荷不了。谢谢马婷，晚安晚安。安娜姐姐水手服，面面，如果我握手会穿女装找你，你会怎么想？骷髅，来吧，安娜姐姐都决定要水手服了。Hello 流星，谢谢黑流星，谢谢小说的 love。玉婷姐晚安，妹妹推荐一下握手会可以穿啥？珍珍呢？可是珍珍每次来穿的衣服都很有珍珍的味道，很有 sense。我要想想，让我想一下，面妈是不是有去看你？我看第一排好像都是成员的妈妈。哎，这个不可以透露，我们要给成员妈妈保留神秘感，好吗？他们哪天出道的时候才会哇？大家就觉得，天哪 ，AKB。48 team， 帮他们取个名字 ，Team MD， 妈，哎，没有，是 MT 耶 ，Team MT Mother， AKB 48 Team MT 什么时候要出道呢？Team Mom， 谢谢阿 K 啦，对我说今天加布了。然后从今天起是正式生了，不是从今天起，从1月19号起是正式生了，谢谢大家。那我穿石油王的衣服去找面面，石油王的衣服是什么啊？田中动力王，快点快点，怂恿安利，怂恿安娜姐姐。哎，被小偶像说有 sense 也太高兴了吧？哎，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真穿衣服很有真真的味道，就是远看背影就可以知道是真真。而且我很有自信，我很会认背影，就算剪头发或换造型，我也很会认背。谢谢听真。哦呦，最近太常讲安利这个词了，对不起。石油王就是阿拉伯人的衣服吧？那你可以带那个吗？飞天魔毯来，我想看。你可以包着那个包着地毯来吗？石油王的衣服，通常石油王都已经花钱花到脱裤了，怎么会有衣服嘞？请披地毯来。サクラさんありがとう。OK， 啊 ，OK， もしておめでとう。春联。谢谢流星。谢谢红烧茄子，红烧茄子今天看起来很好吃呢。哇，你怎么知道我比较喜欢吃红烧的？虽然牛肉面我比较喜欢，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红烧的，因为比较有味道。但是偶尔太浓的时候喜欢吃清炖的，但只剩牛肉面而已，其他东西我都喜欢吃红烧的，包括红烧茄子、红烧栗子。石油王等于国王的新衣，对啊，我觉得这超合理，我喜欢两光这个。那就只能扮非洲酋长了，牵骆驼，一定要很高级的地毯。I can't stay， 我面对多。Hello， 子涵晚安，谢谢小玉小飞鸟，好运鞭炮。还要记得外加神灯哦，请带一个茶壶来。那我穿肥宅装可以吗？上期经理，你的肥宅装的定义是什么？你就说那个吗？戴着眼镜，然后肥宅装通常可以穿什么啊 ？T 恤。可是我觉得看到 OCT 会很开心啊，那我觉得那不肥宅，我觉得那会很开心。我看到面面升格我很感动，谢谢寿凯，好开心哦。企鹅晚安啊。这件会在握手会出现吗？应该不会哦，握手会不是就是要 special 一点吗？大家我也不知道，我对握手会还没有想法。列外铺飞毯，结果还是要走路进队列，尴尬一波。你可以试试看跳远进来。你就把飞毯拿的这么就放下，然后之后就助跑，然后跳过来，然后看你有没有办法跳到队内。什么？我们要学习木曜四运动会的精神啊，对吧？好像还没有跟我自我介绍。对呀，你还没有跟我自我介绍过耶。
好啊，那我就穿格子衬衫。格子衬衫很肥宅吗？有吗？听到森格的感言就哭了，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很紧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突然被 Q 感言，而且都还没有，就是你知道吗？我还在想说，糟糕糟糕，不行，我要哭得美美的，我要冷静，我要冷静。大家好，结果有人说被我吓一个，眼泪就吸回去了。今天声音会太大声吗？现在声音会太大声吗？如果会太大声的话，我就调小一点。谢谢企鹅，谢谢企鹅的玫瑰，谢谢玉，晚安晚安，谢谢你，杏婷晚安呐、啊，哦，我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杏婷，杏婷是神奇耶 ，Winhands 晚安，谢谢月亮的玫瑰，和景妹妹说还要牛仔裤，算是格子衬衫加牛仔裤吗？但是很文青好不好？立即被赶出场，一个跳远的部分。看过老悲伤吗？可以设计飞毯装，哎，我知道，那个很帅哎，还有恐龙装啊。面面好厉害，临时讲感言还可以讲得那么好，嗯。可是我觉得，总之就是最后不是带大家喊了 AKB48 天天兵吗？就是无论未来我们是分了三个小组，或者是不管是什么身份，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很自豪、很自信很自豪的大喊出我们是 AKB48 Team TP 的成员，也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继续很用力、很努力、很拼命、很哇的支持 AKB48 Team TP。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大声喊出来吧，啊，爱我撒给呗，在 C 排看我，哎，我觉得其实啊 ，A， 我今天认真算，我这次认真算了一下，其实 A 到 I 排都可以看清楚。我发现家长席反而难看清楚，我根本就不会看到家长的脸，怎么办呢？所以，我要大声的说，林嘉欣，我爱你。就是其实那个那一天呢、啊。谢谢秀泽，谢谢雪白。栗子说迷你控看不到我，请问面面有看到我吗？我也没有找到你，怎么办？阿豆晚安。谢谢阿豪跟尖子，卡布塔，尖子晚安，谢谢你。就是其实那个那天在公布升格的时候，然后后来。栗子在讲感言的时候，然后结果突然我背后就突然来了一个冲击，就是杰星他其实从层层关卡后面很多成员嘛，然后他从侧边冲，然后冲过了人墙之后冲过来抱我，然后我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往后看，然后可是我觉得会这样撞过来的一定就是林杰星，所以我就转头然后就抱住他，因为其实。在第一次上选拔的时候啊，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时候，谢谢阿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公布完选拔之后啊，然后其实看到林杰星也是又爆哭了一次，因为我们从前一个 team 的时期，然后那个时候在前一家公司其实我们就认识了，在第终审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过1月19号是第三次审查的2周年吗？然后其实我跟杰星认识是在终审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应该跟你们提过，但一定有人不知道。Hello， 快乐爱，晚安，你三给晚安，雪阳晚安，哈哈哈哈哈哈，晚安。然后其实跟杰星认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一个便当，因为杰星跟我讲说他吃不完一个便当，所以我们就共吃了一个便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才认识的。然后一路以来，从在前一个 team 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中间就发生过很多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说过，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一起站在舞台上，然后唱着就是我们两个的歌，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都在一起，然后牵着手，就是可以很大声的喊出就是我们是同一个 team， 然后一起成为正式生，然后一起变得很闪亮。所以就是每次看到他就会觉得
啊，真的是一起努力到了现在，而且从来都没有散过，然后就是手一直牵着，然后真的很喜欢他，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很多总会有很负能量的时候吧，很难过很失落啊，或者是遇到挫折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努力可能跌倒了什么的时候，就是常常我就会说啊怎么办啊，好困扰，就是可能突然找不到目标的时候，林杰森一定会冲出来，妈我跟你说我在这边，然后就是无论我就是难过什么样的难过，林杰森一定都会出现，超厉害的，就是无时无刻，就平常可能假设那段时间比较少聊天了，但是只要我一难过他就会出现，超可怕的，林杰森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存在，所以就是一路以来能够走过来也都是林杰森在支持我啊，所以超级超级喜欢你的，最爱你了，所以哦，我一定要跟你们爆料一件事情，林杰森那天啊，那天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不是就是后来已经散场了嘛，然后在后台，然后林杰森就突然就看着我，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为什么突然又哭了，就是刚刚不是已经止下来了吗，然后就跟我讲说可是我不想要跟你分开，然后我想说傻孩子，我们是同一个 team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 team A 的你知道吗，他就说对所以不会分开，我说对不会分开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这个傻小孩他直接忘记我们是同一个 team 的啦昨天某人也为了我哭了，吼吼吼再哭啊臭小孩，你这个爱哭包笨哭了，谢谢本演员，有我有看到你，好开心哦，这一次收到第一排神席，然后就是这么重要的时刻能够在现场好好的跟你们道谢，然后能够跟你们一起度过真的超开心的，虽然有几个人现在正在怀疑人生，但是你等等我好不好，我待会有话要跟你们说，所以不可以走哦，谢谢 Yuki， 好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家林杰森的可爱，有吧谁爆料了，艾斯ありがとう，好久不见，超级，而且今这次的艾斯位置很明显耶，就是我们刚好抬眼上去就是艾斯的脸，然后我记得艾斯在布丁吗，是布丁吗 ？No 对不对 ？No 的时候，然后艾斯笑得超开心的，因为我刚好往那边看，然后我想说，艾斯会笑哎，对，艾斯头上有打光，谢谢杰子的 love， 超级爱你，超级超级超级，而且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杰子本人了，有一段时间了，王子晚安。杨奈晚安，面面你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哪有哦，我没有，我不是爱哭包啊，我们家林杰森才是，一直都是Hello 菜菜晚安， Ben 晚安，晚安晚安，给了面面好长一串感想，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啦，有我还要努力的在帮珍珍抓错字太可爱了，而且珍珍打的比我的感想还要多耶，怎么办，突然徒增压力我也喜欢你，超级喜欢你，最后真真每次的最后的告白一定都是真喜欢你了，超喜欢你的这样子Hello 青果皮晚安，我也怀疑人生，但不是因为我，为什么啊，不对，不要，为什么怀疑人生，不要怀疑人生嘛他以为面面说着就会哭哭，才不会呢，你知道要笑笑的时候就不会哭哭了，就是你知道要笑的时候就哭不出来了，可以抓粉丝错字然后晒出来，我要把它截图然后圈起来，然后就说这是我最爱的孩子，你们看他有多可爱为什么可以先滚了流星，我哪有爱哭，我是太喜欢了，杰森还这、哦、不行，我真的觉得林杰森真的是一个太可爱的人他昨天晚上又打了很长很长很长一段，就是给我的情书这可以理解成情书吧，我看这个内容就是情书啊，然后他还说就是我不知道可以爆料到哪里，反正就是他
就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子哭了，然后他就发现啊，就是原来有这么喜欢你呢，然后就哇，这是一个什么超撩的话，撩爆了，就很重击我，这是情书。Hello Freddy， 赞美面面赞叹面面转圈圈转圈圈，开心的转圈圈。我也打了一段话给面面，大家给我的信跟文字都是我很宝贵的东西，我有好好收起来的，在这边。下次撞到脑袋可能会掉出来怎么办？太满了。Hello Skyla，Hello Freddy， 杰心的家书抵万金，对，而且也是飞很远很远过来的哟。这不是撩啦，根本是告白啊！对吧，所以我就说我们家杰心莫名其妙的获得了一些奇怪的技能，例如撩撩妈妈。林哥お久しぶりです，好久不见了耶，都是从脑袋里掉出来的。Hello 彩恩同学，恭喜你升格，谢谢 Skyline。 对，杰心的紫 Q 超可爱，谢谢社长，感谢社长，赞叹社长，未来也请社长请多多指教了，我会努力让我自己长得还可以，照起来不会很可怕的，不然我会徒增摄影师以及修图师的困扰，对不对？对不起，我有深刻的在反省了，真的，最近眼神飘哦。谢谢林哥，未来也请多多指教。杰心的紫 Q 超可爱的啊，害我差点神什么神游。谢谢 Freddy， 超级超级感谢 Freddy。 糟糕，还没写什么，还没写情书，还是没写家书。留言很多，我看来我要多来几次才能介绍自己了，我一直有看到你啊，而且你刚刚追踪我对不对，谢谢你的追踪。在路上捡到粉丝的讯息都是从我头上掉下来的啊，对不起，我按到空白键了。晚安沙滩四叶草，面面的脸上有点东西，有点东西，什么有点什么东西，还好我用限动，那种肉麻的内容还是不要留着好了。哎，我看到限动特别肉麻的，我会截图。耶，柳橙晚安。看到今天这么可爱的面面，还没来得写一，来得及写一一一一。这跟我之前讲的祭文有什么两样？不客气，很替你开心，你知道。谢谢 Freddy。Freddy 其实也是断断续续都会，就是有看到我的话也会进来看看，所以而且我还不小心好几次因为英文不太好的关系发音错你的名字，对不起，谢谢你，未来请多多指教。脸上有点东西，什么什么点点什么东西，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哎，果然我猜对了，何景喵喵是不是就是要讲有点喜欢？哎，对，何景喵喵是帮傅伟接了。等一下，傅伟哥，你是要说有点喜欢你吗？我看的留言跑很快，这样你也能看到，佩服。我现在就要努力训练这个啊！限动肉麻的话，好险我还没肉麻过。哎，梅格子，什么时候可以看你肉麻一下？我期待很久了，期待很久了。你什么时候要发？你什么时候要发文肉麻？有点可爱，有点圆。谢谢。还有一点是，看一下有没有挤得出来三层下巴。好的，可恶，要很喜欢，是很喜欢，不能有点喜欢。阿森哪有路过？阿森驻足很久了，请为了我停下来吧。你说有点圆的部分是在第十地址吗？阿华晚安啊，还没有，当事人还没有说，我带了几个孩子来基隆玩，然后我还特别去踩点了阿华炒面，可惜阿华炒面礼拜一公休，我
没有让他们知道怎么办？谢谢傅伟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昧着良心称赞我漂亮了，太开心了，江湖上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的啦，你说有点圆的部分吗？对，绝对不可能的啦。今天的衣服真的蛮可爱的，谢谢谢谢哲哲，我觉得第二句话深得我心。三月我捏的下巴，面面讲知道吧？糟糕，我好像没有补历史补到这个。Hello， 黄圣吉，晚安。我今天有开门啊，明明不是自己开的啊、哦！对，今天有开门，昨天没有。佩森晚安 ，Hello 空白哥晚安，谢谢玉安，大细胞晚安，还好没限动没肉麻，流星也要录马来西亚。杰星跑去开播了，杰星加油！耶，对啊，杰星是待会，他不是安定迟到七分钟吗？夜兰晚安，绝对不可能的啦，但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们了。啊，茶茶来了，茶茶准时9:37开，对，是我们家杰星的 type， 没关系，那个是 NMB48 的队长，大家NMB48 大家很爱闹他的，好，我回去恶补一下，谢谢真真，恭喜上哥，谢谢佑英，好开心哦！我有看到佑英也在 IG 的祝福，谢谢你。查查，下班了吗？下班了吗？还有没有看到现场的怀疑人生的各位，下班了吗？辛苦了，谢谢牛三弟的看好你哦。最近大家坐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要记得口罩哦，台湾肺炎最近好像有点严重，对，可是我现在平常出门也会戴着口罩，我只有在基隆到处闲晃的时候不会戴口罩，所以大家记得在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如果没办法避免大家会咳嗽啊，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感染之类的状况的时候呢，请自己戴上口罩哦，要隔绝别人的病菌，然后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健康是第一首要的任务，之后才能多看一点我们。Hello， Johnny， 晚安，晚安，晚安。Hello， 藤路飞小宝贝，晚安。Arigato sakurasan， 谢谢 New Sunny， 幸福面对，我现在有幸福飞。要戴 N95 的防护比较安全，对不对？可是 N95 是不是圆圆的那个？要有一人一室。哎，基隆就是我的地盘。上庭晚安。哦，我有看到这次上庭是穿怡真的特工服的吧？戴戴晚安。谢谢傅伟哥的心心相印。锵。平头的哲哲，好久不见，胖可晚安。谢谢傅伟哥，又一感谢你们。这个歌我好像没有播过，但是感觉好像我记得你们蛮喜欢的，尤其是刚刚讲到了 NMB。 来不及了，已经感冒了，因为对面好，对面面没有抵抗力，太好了。那我希望我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流行性感冒，然后最好是那种就是一病就不会好的那种。什么什么？好像只有，可是流感会好啊？有什么是长期潜伏的吗？27号会去 Osaka。日本现在冷吗？庙口夜市也是我的地盘。哈，富伟哥，我们不能抢地盘啦。切耳朵，切耳朵，
请帮我提醒Mink，下次要准备两只荧光棒好吗？你知道我在恋爱幸运饼干的时候就一直看着他，然后他都不看我，然后我又看到荧光棒为什么不亮，然后我就很生气一直看他。对，是我的 Lucky 坏路鸡。谢谢每个字，面型病毒已经挨末了。哎，不可以这么快就挨末了，还不够。现在是癌症中期而已，要慢慢渗透你的心。这样我就不用表演了，什么不用表演了？耶！相思病不会好，那很棒啊，要一直想我哦。面面，我刚下班骑车挂听钟，那不行，我觉得现在你在感性时期，你在骑车的时候我不好讲话。你大概要多久才会回家？面面讲可以挑战一下瓦鲁面吗？瓦鲁面，如果有机会的话。蓝白说什么？鳕鱼香丝好吃耶。忘了问面面的应援色是什么？我的应援色是，深蓝色渐层到浅白，深蓝色渐层到白色，浅蓝色啦，没有深蓝，只有浅蓝渐层到白。但是通常大家应援棒的话，会是浅蓝跟白色，然后拿两只。而且我发现有些人的荧光棒很蓝色很深，有些人的荧光棒很浅哎，蓝色很浅。史上最强的瓦鲁基，あおちゃん、ありがとう。私もあなたのハートにズキュ。拜，杰星。回家大概要40分钟吧。哇，那真的有点久。粒子比例太大了。为什么？你说照片吗？可是我们的照片不是应该差不多吗？所以应该是接近哪种蓝？我找颜色给你们看哦。真的，如果要接近的蓝的话，应该是天蓝水蓝，应该有点像我的壁纸吧。哒哒哒哒。哎，我没有从头哎。水蓝是因为那个时候查查讲说是基隆啊，然后大家在前平台选的，他们想到蓝白托，然后他们说是海洋的蓝色，所以应该是从水蓝色，然后渐层再慢慢变淡才变白色，对吧？啊，我突然想到，如果要一个。感觉吗？海洋是深蓝吗？啊，那我切太深了，那个蓝吧。蓝还是我应该去找蓝色，然后色号。应该我喜欢的话是这种蔚蓝。到碧蓝也可以，有一点那个吗？马卡龙绿的感觉。可是要蓝色的话，还是蔚蓝才是像蓝。天蓝、蔚蓝色，对，天蓝色。应援棒好像没有这个颜色，对啊，好像快没电的时候才会有浅蓝。色嘛，要认真来看一下色号表。色号表的话，应该是锦织
号零零 FFFF 吧。那跟七七切换可以很快的，在隔壁吗？怎么看起来都一样啦？那是因为你是经过那个荧幕的吧？给你们看色号。号零零 FFFF， 大家看得出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比较饱和，然后深一点点。突然想到一家见面会的时候，帅气的背出了很长一串色号吧，超厉害的，对不啦？对不对？对不对吧？Honey 命晚安，对吧？很时尚吧？跟王子一样时尚呢。研究生场次我都会用深蓝跟白色两色在应援，零零发发发发发零零，井字号零零发发发发发，跟西亚的蓝有87像，不知道哎，不知道未来会不会那个小队可能也会有颜色之类的吧。今天是高中生面面，对，井字号零零 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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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F。王子面 ，Hello， 王子面，好可爱的名字哦，我喜欢，好想吃哦，我喜欢王子面。好吧，那就是其实那个，因为我有发现，其实我也觉得这一次 ，Hello， 命，真心真的命，下次给我带两只应援棒。我看你很久了，我从恋爱幸运饼干的时候就一直看着你没有亮灯的那个荧光棒，你知道吗？我盯着你超久的，然后你都没有看我，生气。谢谢坤坤，谢谢坤坤的好运鞭炮。好的，就是，因为这一次是在 mini concert 上面宣布升格，然后很多很多人只是因为当天像是我知道可爱的切尔东大大，我。对不起你，有人甚至是放弃了乃木坂的演唱会，然后来看我们的一起升研究生的 mini concert， 然后也有很多人是去看了，无论是自己本身有事没有办法来，或者是因为这样长期杀台北，然后决定先暂时放弃了这一次的 mini con， 然后也有人是因为乃木坂的小巨蛋。真的，因为乃木坂真的太少来了，所以或许如果是我，我想我应该也会去看乃木坂。对，然后因为有种种因素，而且这一次的 mini con 其实研究生场我们没有坐满嘛，所以这次其实少掉了很多很多人，然后也因此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毕竟是一个蛮重要的时刻，然后我知道有些人心里一定很阿杂啊，如果是我一定哦。真是锥心之痛啊，好吗？什么叫这种擦身而过？对，可是茶茶到家要40分钟后了，而且我已经就可能就要直播结束了，所以茶茶在听吗？放掉 46， 为了他的妈妈。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这次辛苦了，我知道大家抉择纠结超久的，这是一个人生的十字点。就是一个选择题，很恐怖很恐怖的选择题。我就是去看 Nogisa 看的那位，没关系，很多人啦，如果是我也会选吼，不要说因为放弃他团就是喜欢你们，所以我们来了。对，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心疼你们，因为这个撞期真的是，唉，如果是我，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抉择，所以最后能够坐在台下的大家真的是因为一切一切的缘分，然后还有很幸运能够见到你们，然后也刚好你们排除了万难，然后最后坐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很开心这一次的 mini con 可以和你们见面，然后也一起共度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时光。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讲。 Hello Go Go Apple 晚安，谢谢你的追踪。就是我先指名茶茶好了。因为茶茶他其实从在我们第三次审查，对不起，在第三次审查的那个时候啊，他就已经在更久之前就已经跟着我了。然后而且其实无论是我们第一次在旅展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大小小的活动，基本茶茶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茶茶永远都是很大声很大声的喊着"喵喵"。
然后总之呢，其实一路以来他也陪伴我很久很久，然后从一开始没有什么人看见我，然后他组织了，从一开始他只是问说妹妹有没有粉丝团啊，然后发现没有之后，他毅然决然就创了粉丝团。然后可是他那个时候又是高中生，然后又很忙，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那个时候是高二嘛，高二高三就是正值学业很忙很忙的时候，然后他居然就这样义无反顾就这样跳下来，然后也是尽全力的帮我想办法应援啊、筹备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包括前阵子我闹别扭跟大家说我想要应援 T， 想要荧光棒，想要应援扇啊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也是很努力的尽他所能，然后也是集聚了很多很多酱油们，然后无论是 LINE 群啊，或者是 Discord 啊，或者是很多很多能够让酱油们能够有互相聊天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大家的帮助，然后所以一直以来都很谢谢大家陪我走过来。然后当然为什么会指名查查呢，是因为查查真的是太悠久的饭了，当然现在台下也有好多好多从以前就一直跟着我的大家，但是也谢谢你们这次很幸运的跟到了，这次很幸运很幸运的参加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演唱会，还有很重要的一次宣布。但是呢，就是查查呢这次就是没有办法排除了呢，没有办法来，所以对吧总之呢就是这次这些话想要献给就是查查，还有和所有没有能够在现场和我一起度过这个重要的一刻的酱油们。就是我知道这一定会让人超级超级怀疑人生，而且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过，就是无论我是偶像的身份还是如果我是粉丝的身份，我一定会觉得超级超级难过的。然后就是我也会很难过没能当面好好和你们道谢，因为毕竟一路以来就是你们都陪伴在我们身边，然后大大小小的活动也是努力的冲啊冲啊冲啊，甚至到宜兰都出现了，然后未来还有台中高雄啊或更远更远的地方，甚至之前在总选举的时候也有人大老远飞到日本对吧，所以日本泰国啊 Asia Festival 的时候，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所以我也希望，其实我也希望在那个场合底下我可以当面的跟大家道谢，然后但是呢如果因为错过了这次的就是这次的升格宣布，然后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如果因为这样子而难过，然后甚至选择离开或者是不参与我和你们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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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如果因为这样子就放弃的话，我会超级难过，更难过，而且更生气，生气到不行。所以就是我想说别让我们相处的时间被遗憾的情绪给抢走了，就是明明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一起牵着彼此的手，请不要让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还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再见到你们，然后也不要因为以前的事情而浪费了现在的眼泪还有未来的眼泪，就是希望一路以来你们的陪伴啊都是我很大很大的动力，就是不能说这次没有留下遗憾，但是之后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可以等着我们填补跟创造，所以可以答应我未来也跟我一起走下去吗？好吗？对啊，就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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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过嘛。我我觉得难免会很失落，可是我还是希望未来可以跟你们一直一直一直努力下去，因为是有你们才让我们有存在的意义，然后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才会让我们觉得啊真的有人在看着我们呢，那一定要更努力才可以，要让你们看见我们的成长，要让你们很自豪，让你们很骄傲对吧，所以乖乖乖不要怀疑人生，我还是最爱你们了，不可以哭哭哦。刚刚有人说要给点时间，我知道了，但是我觉得
这种时候还是想告诉你们我的想法，对吧？这次没有参加到很后悔，但是更想跟紧未来的每一次活动。嗯，所以下一次答应我不可以缺席咯，乖啦。啊，不哭不哭不哭，糟糕了，我觉得他如果现在有看到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在机车上的感觉因为累傻。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累傻吗？他就是一个超级爱哭的人啊，他才是爱哭鬼好不好？我才不是爱哭鬼嘞。好啦，不准后悔好吗？请 Ego 我说了，要看到我的时候都要笑着，不准哭不准哭不准哭，哭什么哭屁啊。好啦，不哭哦，收回去收回去，你们这些爱哭鬼。面面，你知道我超担心他的好吗？我也很担心好不好，你们这些人。那不可以哭了，高兴也会哭欸，怎么办？好啦，总之你们不准哭，听到了吗？答应我不可以。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让这次的事情影响了我们未来可以相处的时间，然后不可以被负面的情绪给夺走，因为未来的每一刻都是很宝贵的。就是我也常常说，不管是一开始就支持我的人，或者是中途才认识我的人，请不要觉得入坑太晚，或者是陪伴我的时间太晚了，因为永远永远永远不嫌晚。只要路上有你们，就会越来越越来越多伙伴，然后会越来越越来越棒的。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未来呢，也要跟着正式生的蔡雅恩一起冲啊！不哭哦，听到了吗？好的，那感性时间过了，感性时间过了，为了你们不可以哭哭。私を見てもっと愛の意志を愛の言葉だけキスで。没有好不好？目は合ってるよ。なんと救って恋し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やれること何でもします。でも大丈夫、ここにあればみんながいる。本番不要吓我。いなあって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恩返しは愛のこもった投げキスで虜に。もっと死んでてスペシャルナイト。終わりが近づく。
歌をずっと共に歩もう。ずっと合言葉はとびきりの LOVE。 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恩返しは愛のこもったなキスして、とりこにする、もっと夢を見せる、もっと楽しんでて、愛のこもったスペシャルナイト、バッサしちゃうぞ。送火箭过来，刚有人说不凯哭，不凯哭，不凯哭，他刚刚叫你们不凯哭，你们现在在干什么？明天藏在豆皮号要首航去东京成都了，那东京成田了，那刚刚好，刚刚好去找本丸，他现在在京都。哇，哎，你们好过分哦！啊，自荐一下，记得要给。好的，大家晚安。然后，好久好久没有上那个，好久没有上，我都已经忘记它叫什么了。好久没有上榜了，好久没有出现在这里了。然后，谢谢大家让我上了，这是人气榜吗？这次是人气榜吗 ？Hello， 小瑞，晚安。对，小时榜，人气小时榜，然后好久没有出现在这里了。大家好，那个无论是初次见面，还是多次见面，还是一路以来一直支持我的大家，你们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起正式生蔡雅恩，未来也请多多指教。对，从一月十九开始是正式生了，谢谢你们。啊！然后要介绍阿姨吗？阿里嘎多，萨库拉桑。嗨，私は AKB48 の台湾の姉妹グループ AKB48 Team TP の正式生。ソファー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からも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はい、谢谢大家。あー、因为哭了会丑丑的，所以不可以哭。我要学乖了，从119开始不可以哭。啊！不要再哭啊！你们不要哭啊！阿里嘎多！对不起哦，变成正式生的那一天哭得这么丑。嗯，谢谢大家。哎，两年前的蔡雅恩，你听到了吗？你知道你那个时候？在那边用手挤柳丁，还有开直播带大家去找公共厕所。你有想到你现在居然成为正式生了吗？你有想到你两年后居然还是在 mini concert 上面哭得这么丑吗？有吗？有吗？没有吧？我跟你讲哦，你现在还是哭得超丑的。可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现在身边有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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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陪你成长，而且他们讲的话一个比一个感性。哎，我的天啊，对吧？所以我跟你说，我记得两年前啊，然后你最后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哭，说什么就是你没有想到，就是一直直播到现在真的会有人喜欢你，然后一直陪着你。你看哦，你看哦，现在有超级超级超级多人陪着你的，所以不可以这么轻易的对自己没自信。然后未来两年后的你应该还是会好好加油的，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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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知道两年后的你会不会还是哭得很丑，但是我跟你说，我还有好好，我还是有好好加油，好吗？我有好好听你的，一起加油吧！ライト反射しちゃうぞ。谢谢喵喵啊！你看吧，我就说常常会看不到路了，吓死我哭了！谢谢大家，谢谢牛三弟，谢谢阿猴哥，谢谢波波，谢谢普斯，谢谢酷乐，谢谢风风，谢谢你们。然后谢谢空白哥，虽然每次都只能叫你空白哥。谢谢哥哥，谢谢社长哥。啊。不可以讲那么哭。谢谢小飞鸟，谢谢欧洲，谢谢。哎，涛哥，快点呛我，快点呛我，快点呛我，快点！现在就靠你了，麻烦大家呛我，呛我，我才不会哭。日子还很长，大家要一起加油，有你们我才会好好加油，所以你们最好是给我好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本娃娃，谢谢 Skyline， 谢谢飘渺之中，谢谢你的爱我。谢谢游戏 Hero， 谢谢 Skyline， 谢谢那个字小猪，我不敢骂脏话啦，哪有人哭到骂脏话的啦。 Hello 流浪汉，谢谢茶茶，能够在最一开始的遇见你们也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很感谢一开始有参加甄选的我，虽然也是跌跌撞撞，然后一路上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可是能够走到这里真的，如果没有你们陪伴的话，我一定做不到。谢谢你们有看见我。哎，怎么办啊？哭起来这么丑，就不要哭啦。谢谢你们。到底为什么？我也在想，到底为什么那时候会看到我呢？因为其实很那个时候的甄选中很多很多，然后居然有缘分被你们意外的撞进直播间，谢谢。哎，拜托不要这么说，虽然大家总是在说谢谢我很元气跟你们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你们我哪有这些能量啊，而且就是每次收信收小盒子啊，哇，你们每个人文笔都超好的，好不好？还有好几个人每次都可以让我看到别人哭，所以害我在公司拿到信我都不敢看，我想说到时候成员就发现我在旁边看信看到一半在那边哭，是在哭什么？因为闪闪还没开始就想哭啦。什么豆导游高啦？哎，导游，哎，导游不好变导游高。这么讲，ずっと日本から応援してるよ。好的。ずっと前から私に応援し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いつも。ラオライブいつもここって私をずっと見てて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チャンスがあるってば、だからチャンスがあるのあの時ね、本当にその私の感謝の気持ちね、ずっと想要当面传递给刀江跟さくらさん的话要怎么说？就是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一直想要当面能够谢谢さくらさん跟刀江。我说太多字中文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诶，你是日本人吗？
能够在茫茫多的偶像中遇见你，了解你，是我一生的幸运。哎呦，你们这，我不要讲多了，我要嫌你们恶心咯，我要嫌你们恶心咯。话说我是在绿草地上的活动才认识你的，玉安之前有跟我讲过，你知道吗？其实之前你有跟我说过，你是在绿草地上才发现我的。你还有说明明是为了看成员，为什么被主持人吸引到？大家晚安，我就是误闯进来，见见面的有时间就来，妹妹的活力真的很吸引人，我剪刘海很久啦，还好妹妹都没看到我的上庭干嘛了。啊，真的是缘分，一切都是因为没对到拍。哎哎哎哎谢谢大家帮我喊 IG， 就是 Chunana， Chance ga Atara， 直接，啊，你认我一下嘛，我的 iPhone 不认我，直接。直接チャンスがあったら直接に感謝の気持ちを传怎么讲啊不会传递的和那个我没有找到发音耶，怎么办？我要先拍下来。チャンスがあったら直接に感謝の気持ちを何やったい？チャンスがあれば直接会えて感謝の気持ちを何たいだってわー、谢谢封闭的追踪。伝える？じゃ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す伝える。じゃあ拍下来。伝える。じゃあ我要自己念一次。チャンスがあったら直接に感謝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对吧？我不想再打一次刚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会吵的。不要偷哭，我不可以吸回去啊啊！怎么办？果然在直播上乱讲话就会出事。谢谢你们。怎么办？我现在在放的这首歌是 No.1， 虽然它是一首很解控、很妹控的歌，可是你们也是我的 No.1 哦。我现在都不说太晚遇见了，因为未来一定会更好。什么叫做以前的人生跟以前的路程我没有办法参与，但是你的未来一定有我在。一直嘴你，我会不会被大家判定我黑粉啊？会啊，他耳哥就是黑黑的，黑他耳哥，就叫你偶尔要疼我一下，你也没有。我2月1号一定会让你大笑，好啊好啊，我2月1号一定精神紧绷，为了签名，麻烦大家来逗我笑啦。最近该找时间再去吃二胖了，胖起来，二胖说吧。新粉报道，谢谢你，我要怎么称呼你嘞 ？CJ103， 晚安晚安，只说一句就好，谢谢面面一直以来的鼓励跟元气，我要跟栗子一起鼓励，然后我元气，上庭才是，还好上庭有越来越开心，谢谢你，也谢谢你选择了一路以来后来一直跟着我们，一直支持我们。不要崩图了，都在等了。
我也好难过，不能从一开始就追啊！绝对不可以难过，这个我不是才说了吗？哎，不可以继续黑桃瓦哥。桃瓦哥，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叫你甜甜的桃瓦哥，白白的桃瓦哥？明天可以吃荞麦面当午餐呢、啊。我还是要坚持便利商店的不好吃，便利商店的不好吃。不要吃便利商店的，不可以。还有什么？有什么是你们一开始认识我的歌吗？想要播的，然后让你们怀念一下。不可以跟我讲海波浪，也不可以跟我讲海波浪，也不可以跟我讲下课十分钟的恋爱。谢谢。啊，空气，大叔不要跑，大叔不要跑！我上一次对着那个 New Sunday 唱过。好的，那你等我，那你们等我。呼。我觉得之前的便利商店荞麦面比较好吃。好呀，拜拜 CJ 晚安，我们下次见。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 No no no， 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这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哦，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才是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哦哦，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在这边，然后让我现在成为了
成为了正式生，然后谢谢大家让我有舞台，未来跟大家可以一起一直在一起。Hello， 紫色沙漠，阿欧加阿里嘎多，谢谢企鹅，谢谢美感子，谢谢富伟哥，谢谢树长大人，谢谢企鹅，呜呼！宋文，不可以啦，好吧，宋文，今天让我只有一天我跟妈妈一点，可以吗？就今天稍微任性一下。谢谢你留下来看我，谢谢嘉汉，谢谢小飞鸟，谢谢北川新之，谢谢 Puss， Hello Sparky， 好久不见，お久しぶりです。我还是想当空气，企鹅，我也想一直呼吸到有你的味道的空气啊，是企鹅。谢谢茶茶，谢谢珍珍，谢谢 Sky， 谢谢 Skyline， 欢迎回来啊，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哎，才不是你们被拯救了，也谢谢你们一直救赎着我。呀咦，小人不要潜水了，都好久不见了。说对的，茶茶终于回来了。Hello， 君佑晚安，谢谢小飞鸟，谢谢 Puss， 谢谢珍珍，谢谢米其林。天啊，米其林你听起来好好吃哦，我想吃。我们这种时候应该 only today， 因为我说要今天我干妈妈一点。ありがとう、あおちゃん。ありがとう、谢谢企鹅。さくらさん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想当初一开始学这句话就是为了さくらさん。谢谢富伟哥，谢谢宇宙，谢谢Megaz，录马来西亚嘛。谢谢阿宠宠，谢谢北川，谢谢你，我以后应该怎么叫你比较好呢？北川信子。谢谢企鹅，谢谢企鹅哥，谢谢游戏 hero， 游戏 hero 萨利嘎多 ，Hello 小宝贝，欢迎回来，晚安，谢谢树长，谢谢方叔 ，Hello， 对了，你都到家了，谢谢绵绵在我追地球的时候偶然听到你的直播间，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啊，我才是要谢谢你们。搞得一堆人都超级担心茶茶，对吧？我也觉得茶茶真的是，别走心，我陪你啊！哥，谢谢正好，阿里嘎多，谢谢萨库拉萨，谢谢阿欧江，我好像很少用中文谢谢你们，对吧？谢谢。好了，那。那个、哦、等一下哦，原谅我妈妈远端控制我。流星，你有听到我喊你吗？流星，我有看到你哦，你在吗？流星，最爱夹心的通心细胞，你是单细胞是吗？你看你这个大弟弟，顶着栗子的头，栗子的头贴，带着我女儿的名字，然后进来看我。谢谢你的 love， 谢谢你喜欢我们。Hello， 七七，欢迎回来啊！还是你要帮我取绰号？我也可以叫你北川，对吧？而且北川会一直让我想到我很喜欢的演员雨晴。晚安。对，我妈妈原班控制我，睡前来跟我说晚安，好久没看直播了。流星，我要说，一路以来也谢谢你了，超级感谢你。而且流星也是超级资深老粉，也是从最一开始就陪着我的人，谢谢你，听到了吗？为了不让你误会我会变心，我会继续吐槽你的，不行，我一直觉得他哥要怎么样把你们好好的牢牢抓住呢？大家各位酱油们，请教我方式，好好的把你们抓住。哎，太过分了，大家都说要好好吐槽我。细胞推一下嘛，推一下，轻推，用力推，用绳子把你们绑住。小猪没有推我，对吧？
小猪常常来，可是小猪没有推我呀。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唱这首あなたが言ってくれたから言ってくれたから。我会泪奔啊！不可以，我现在就很怕把你们弄哭了，你们还在那哭。拜托不要哭，拜托不要哭，我觉得大家的泪腺现在已经小迪化了。小迪也是超爱哭的孩子，真是的。我上一次就是我19那天结束之后回公司，然后他们也回来，然后因为就是其实小迪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很不一样的正式生，对。然后我下次来把名字改成面面的北川，好啊好啊，不会不会，很奇怪，我喜欢你啊。我还在思考，不要不要怀疑人生就好，思考人生是没有问题的。面面话吧，放肆偶像啊。对，我要讲就是那个啊，让我喝口水，回到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唉，好的，就是啊，因为面面话是很大声吗？就是其实小迪对我来说是意义很不一样的人，然后就是从之前大家也知道，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很喜欢小迪这件事，对不对？然后其实一直来其实我很喜欢小迪对很多事情的态度，还有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啊，还有他其实就是现在也越来越做自己了，像他的直播也是越来越像就是小迪自己的风格，就我很喜欢很喜欢。然后其实之前在选拔上选拔的时候，不好意思我调小声一点，就是在上选拔的时候啊，那天其实我有抱着小迪说了一些话，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一直是看着大家选拔生的背影，看着正式生的背影，然后一直在努力着。然后那一天就是我就跟小迪讲说，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希望可以站在小迪身边，想要站在大家身边，就是想要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然后以正式生选拔成员的身份，然后代表着 AKB48TNTP， 然后大喊着就是我们大家都是 AKB48TNTP 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我们一整个团体。然后因为小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我非常崇拜非常仰慕的人，然后无论是这个突然之间难以言喻，就是反正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他的个性，一时之间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有闪光魅力点的人，无论是笑容、舞蹈，或者是他整个人给予大家的个性，然后他的话语啊，然后或者是说应该说就是他的喜好也很可爱，就是很 catch 到我们的点，我跟我妈妈的点。然后就是所以他一直是我很想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跟他说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一天真的可以站在他身边。然后就是其实偶尔也会希望能够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成为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人，这样子的感觉吗？好恐怖，这样好像很可怕的变态。好的，然后总之就是这第一周我宣布正式生的那一天啊，然后他回来公司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我就抱着他，然后我就跟他说小迪小迪怎么办啊，因为上一次选拔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我就怕他在哭。因为我觉得小迪的泪点也是他是一个很感性很感性的人，就是情绪很温柔，他很温柔，然后所以就是你很容易去触碰他的内心，然后我就很怕我讲了些什么他突然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小迪我现在只敢抱着你，因为就是我很谢谢你，然后就我很想跟你表达我很开心，对，然后我现在就想抱着你，可是我不敢讲话，因为我跟他说我怕小迪，我怕我跟你讲太多你会哭，然后他就说然后我想说这怎么了，他突然他的话语变得很就是恭喜你啊，就我也很开心。然后我想说怎么了，就突然变得很简短，然后我就把小迪就慢慢拉开，然后我就看他就是这样眼泪就这样掉，然后我就说小迪亲，我已经没有跟你讲话了，你不要哭了。
近很喜欢讲说你在笑屁哦，就我就说选提琴啊，你是在哭屁哦。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对小提的情感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言语，然后感觉因为讲感觉太直接的告白好像变态，然后对他先哭我就不能哭了，对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在哭屁了怎么办，现在不是看到我哭吗，你怎么哭，好烦哦，然后我就叫他洗完去洗完去快洗完去不要哭洗完去，然后工作人员姐姐还在旁边说哈哎小弟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转头说哈怎么了，然后因为很远姐姐很远，他说哦没有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在哭嘞，然后我就叫小弟洗完去对小弟先哭先赢了，过分了不准哭，可恶好了，总之就是小迪是一个很甜很甜很甜然后一直很有魅力的人，所以希望大家未来也请多多支持我们家小迪好了，对不起这样好像变态哦对，因为其实我一直没有在直播上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对不对，但其实我有很多话可以讲才不是像而已啊！耶，大家好，嗨，私は AKB48 と TTP の変態です。哇，哎，不要了，等下，是不是有人跟膝盖帮的讲？不要跟膝盖帮的讲，不要，大家不要跟膝盖帮的讲了，这件事情传到小迪而已，我不知道小迪要怎么看我。拜托大家不要讲，大家不要讲，谢谢。不好意思，那个膝盖帮了大家，如果刚看到的那一段，麻烦帮我，对不起。啊，他还在直播，喂，不要讲。哦，对，那个是明远，请，而且刚刚还简单换的，不要啊。好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行了，我现在冲去小迪直播间其实蛮奇怪的，我怕不要找他，不要给我哭哭哦，我跟你讲他真的是每次讲到心里话就会哭哭的人了，我的天哪，麻烦止住他的泪腺好不好，天哪，麻烦下次拜托是他跟我讲哭屁哦，不要是我跟他讲哭屁哦小迪请啊，对，先讲先赢，哭屁哦不能哭，好，请大家抓把，就是情绪收回去，小弟收回去，我也觉得小弟不好，爱哭的不是我，我们要找小弟讲，好了啦，今天现在已经10:35了，人平均有没有一进来就发现本台气氛怪怪的，握手会希望不是面面跟我说哭屁哦，拜托超有可能的好吗，我从第一次就应该跟你讲说哭屁哦，一进来就看到眼睛肿肿，急死呀！对不起，小迪早10分才哭完。陈迪七，哭屁哦！不要再哭。其实我原本就有想要跟你们讲小迪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讲到哪边。我不会走，他说直接叫你变脸的。我后悔了，我刚刚有没有讲的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讲的很不太好的地方，有没有，拜托不要帮我剪掉好不好，如果很像变态的话，我未来还要活，我还要脸，我还要当人好了，那好，大家不要再唱我了，不要再唱我了，已经10:36了，我要一直唱绵绵才能显示出我的用心，请大家不要跟上这个后路好不好，不要再剪精华了，我有点后悔了，我下次写成信好不好，我现在觉得我讲的不够好了面面我可以握手会哭着进去吗，然后笑着出去的话就可以，如果是笑着出去的话可以吗，我只想变面面欺负真真跟骷髅都怪怪的，你看北仓也坏掉了，我明明刚刚是要叫小弟不要哭的，
哦，可是哦，不要啦！你们看到故事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其实我一定要讲，就是你们知道吗？我最近观察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哦，这真的很严重，这一定要讲。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小迪一开始不算是那种跳舞非常非常厉害的成员，然后就是。而且是我一路看过来，就是小迪在舞台上越来越找得到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就是或许以前一开始啊，跳舞的时候偶尔会有些慌张，然后像是大家一开始表演的时候都会像出错什么，像我自己错误率一开始真的是超高的。然后就是其实也是慢慢的，对不起，容许我现在眼里只有小迪。然后就是其实慢慢看着他练习，然后我发现就是他是越来越有活力，就是你会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他想要在舞台上想要给你的传递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会让你从一开始是看着他的脸，就会觉得哦好甜哦，然后现在到就是只要看到他跳舞的身影，你就算不是看到他的人，你就会马上知道啊，这个舞蹈的方式是贤迪奇，然后你马上眼睛跟着他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变得很成熟，很成熟，然后越来越发亮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整体来说，就是连舞蹈也越来越有他的魅力了。所以就是请大家好好的看着小迪吧，好好看着小迪吧，他一定会越来越成长的。他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棒的偶像，然后也常常为了膝盖帮的大家，为了他的小徒儿们想了很多，然后也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越来越棒的人。所以请大家未来也好好的支持我们吧，谢谢你们。我们是 AKB48TNTV，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是从原石慢慢变成钻石的存在，所以未来还会继续成长，继续闪耀着的。所以爱上我们吧，越爱越多人吧。对啊，就是嘛，我就是觉得小迪真的是傻傻的，就没自信，真的是不要这么没自信。每次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有吗，然后就看他泪眼汪汪，害我都不敢称赞他，怎么办？梦想中的理想对象，484该去小迪台丢个告白气球了，我现在就去。我正想问说是不是变正式生了，所以开枪成员，我哪有开枪，这是真爱。等一下，不可以误会哦，不可以误会。听到我刚刚讲的有 diss 到吗？没有吧？有吗？啊，真的吗？谁来把这个变态抓走？好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到这里了呢？哎，现在是有成员结束直播了吗？大家都是好孩子，感动的话真的说不完。我一直都是小迪粉丝团默默出现的那个，好吧，一直都只有我妈妈在变态啊，我就看着她变态就够了，谢谢。杰心关了，面面还在开，怎么办啊？面面正在鼓励大家当滴滴，不是我在说真的，尤其是其实，就是不管啊，像曝光率啊，现在就是大家会看，常常看到选拔生嘛，但是像现在通过 mini concert， 你也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研究生的舞台魅力也越来越厉害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歌舞类型也越来越能驾驭，然后像 MC 的环节啊，也越来越多人可以就是控场，然后开始说话，无论是抛话题还是接话，像是吐槽艺的人啊，像是可以主控的人啊等等的，就是越来越多很鲜明的个性，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有在成长。我绝对不是一个妈妈的角色，但是因为就是其实因为成员众多的关系，很多人其实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到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想要借此一次一次告诉大家，大家有超棒，多棒，棒到一个不行，好吗？无论你是在侧边神席，还是无头骑士区，还是在中间席，还是在家长席，你们一定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魅力 ，OK？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啦，那不是水表姐姐啦。Yes, you are。我不是姐姐，我才不想当姐姐。可是某成员禁止我滴滴，怕爆。你是说雨林吗？雨林，请好好爱着雨林，九蛋。
九大你的名字叫九，对不对？所以你打算九握手会的部分，请问你是要九张、九十张、九十秒、九十分钟，还是九天九夜？我觉得都可以，反正只要跟九凑的上边都行。九分钟，加，还有什么呢？谢谢芥菜，初次见面你好，你好你好。九天九夜听起来，听起来超母汤的，艾文。果树果树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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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不要，艾文晚安。好的，九九八十一。好了。那么我的变态跟滴滴环节，还有推广环节，还有莫名其妙环节，还有感性环节，好了，就今天就告一段落咯。啊 ，Hello， 恩恩的神威，恩恩的神威晚安，又见面了，你还记得吗？你有进来过一次，这样，而且我常常在恩恩那边看到你。好的，妹妹记得改一下罐头鱼啊，又过期了，对，那一月十九对不对？好，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本来就要偷看好不好？无论在哪边，就像学直播这件事，就要跟着，就是要透过这个 app 学啊。师傅，我坚持不住了。哇。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行侠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何可以行如流水，枪在一线，棍扫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练功必须顶着太阳，晚上还要借月亮光，一日不练是习武先习得，学艺先学理，我也心中牢记。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豪气挥拳于风中，身进退似游龙，传承一代。等等嘛，李曹姐青啊，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商人，行侠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何可以行如流水，枪扎一线，棍扫一片，挥挥衣袖对我说，看见练功去。练功必须顶着太阳，晚上还要借月亮光，一日不练是日课，哼哈，习武先习得，学艺先学理，我也心中牢记。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身进退似游龙，传承一代功夫梦。英雄台下十年功，为台上一分钟，艰难寂寞谁会懂？豪气挥拳于风中，身进退似游龙，传承一代。不准离开，他好像不准。
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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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哎，我爱你们从来不是因为丢礼物的与否，好不好？不管有没有丢礼物，你们在这里陪我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我从来不会因为丢礼物跟不丢礼物影响我对你们爱的程度。你给我留下来，啊，最爱你们了，大家听到了吗？哦什么哦，在翻什么白呀，你给我翻回来。生气，谢谢红包，新年快乐。哎，真的是该新年快乐，对不对？越来越近。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从我们今天从第二十名好了，从第二十名哦。好了，今天的第二十名是我们的熊猫阿珍。谢谢阿珍。今天的第十九名呢是我们的一等兵千灯。千灯精灵，我觉得超好笑，我每次跟千灯就是见面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都是 Thank you 哎。然后哦对，阿正，阿正现在就是也常常在直播间，然后还有迷你孔都会出现。谢谢你，未来的路也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然后今天的第十八名，今天的第十八名是我们的玉安。怎么说呢？虽然是在绿草地上谈论事的，是很开心在这个场合你能看见我，然后很开心从那次之后你也会常常来看我。虽然我跟绿草地上面长得不太一样，还有不一样嘛 ，MC 说吧跟说吧本来就是两个人啦，对吧？谢谢玉安在夏日祭典那一天选择了和我拍立得，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受到鼓舞的感觉吧，就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我也有在担心，就是大家抽到了拍立得的机会到底会选择谁呢？那会不会有支持我的人幸运的抽到了呢？所以其实那一次玉安选择我给我很大很大的动力，谢谢你啊。你可能不知道对吧？好，我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谢谢你。好的，今天的第十七名是 DJ One。谢谢 DJ One， 也谢谢 DJ One， 真的是几乎没有缺席过对吧？谢谢你，就是一路上像就是活动，刚刚提到的活动没有缺席过啊，直播也常常来陪我的大家，真的谢谢了，感觉你们花了好多时间在我身上，也很开心，因为有你们的关系，让我觉得每一次的直播，每一次的见面都变得很珍贵，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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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然后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好的，今天的第十六名是嘉翰。谢谢嘉翰，可是我记得嘉翰应该也是算蛮新来的，对不对？感觉嘉翰好像没有很常出现在大家的直播间呢。可是很开心，就是也算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嘉翰会突然开始进来我的直播间，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让你看见我，然后也很开心未来的路会有你出现。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谢谢。你就是没有嫌弃过我的直播人太吵的部分。对啊，哎，能撑下来看着我的直播的人其实不多哎，真的。所以谢谢嘉翰选择了留下来，然后选择了我，谢谢你，未来请多多指教。对，旁边有人拍手哦，一直都有拍手。对啊，方叔是不是很少留到最后啊？我们一直都是有拍手队哦，非常高级，非常高级。对，我们重金请聘，然后。让我找啊，我知道了，那个，我记得之前也很常看头号，很常唱头号甜心，对不对？来播一下吧。啊，心电心好了，心电心太重要，心电心是我终身跳的舞。好了，那接下来的第十五名是阿晨晨。谢谢阿晨晨，其实我刚刚说很就是大家的文字都超级超级感性，大家文笔都很好。其实，阿晨也算是很常让我哭的一个人。哎，真的，因为怎么说呢？阿晨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然后一路上从认识我之后，也是
直播还可爱到不来会请假哎、欸，甜甜，我想你了。然后就是，其实阿成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常常也会跟我讲说，就是就像刚刚大家一直讲说，就是一直觉得是我给大家能量，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明明大家给我的 power 也超多的。就是其实阿成常跟我分享说，就是一路以来看了我的直播，认识了我以后啊，然后学着听了一些平常不会听的歌，然后多了一点勇气，然后也知道要为，就是慢慢的感觉自己也变得不一样了，也自己在成长。但是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说我最希望就是可以跟范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找到更好的自己，然后一起往目标继续前进。所以其实阿纯在写这些文字给我的时候，一直也是鼓舞我的一种动力吧。然后也常常因为就我的日文很破很烂，从一开始连五十音都有问题，到现在就是虽然能够看平假名的句子，但还是常常因为汉字念不出来或片假名背错什么的。当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日文老师，甚至从一开始还会帮我纠正我写错的文法啊，或者是像我之前就有问大家说，如果未来握手会遇到日饭要怎么办，还有人一堆人就是偷偷教了我好几招，就是对阿蠢蠢就是我一个非常专业的日文老师啊。所以就是谢谢你们总是把我放在心上，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照顾我，真的谢谢大家的照顾，也谢谢阿蠢蠢一路以来的陪伴，未来请多多指教阿蠢，不要害羞，我一直觉得你笑起来超可爱的，超可爱的，不要害羞哦。好的，那我要继续咯。日记公斤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起行动调频。好的，今天的第十四名，哎，也是一个内向害羞的孩子呢。今天的第十四名是伊诺里，耶 ！Hello， 七月，七月其实也算是浪 life 的中期之后才开始认识我的，然后。七月也是让我觉得成长很多的粉丝之一，因为我觉得七月也是一个内心很纤细敏感的人，然后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入到一个偶像坑里，然后跟饭开始接触，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定会迷失自己嘛，因为就是看见不一样人的时候，然后就是越交越多朋友的时候，常常就会越来越多的想法。然后一开始的小奇月呢，真的是后啊，常常被自己胡思乱想，想了一堆东西啊，每次都觉得啊，奇月不要这样，快，让我安慰一下，不是啦。总之就是一路以来，奇月也成长很多很多，然后到现在真的是。常常也是用文字给了我很多鼓舞，不是我在说，我觉得七月的字真的是超漂亮的，而且七月的国文造纸也是超级不得了，然后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成长，然后也很开心从一开始误打误撞看见我，到现在也是停留在这个台里，然后也决定就是前阵子的吧，下了一个非常重大人生重大的决定，我很开心哦，所以未来请多多指教啦，谢谢你，造纸技术非常非常厉害的造纸技术，小花哥好久不见哦。好的，那么今天的第十三名，今天的第十三名，哎，我的天哪，又来一个超级内向害羞的孩子。今天的第十三名是我们的企鹅。傻气啊！天哪，好。11点有国光帮忙，我讲不完。哎，我就是要在今天要讲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好吧？总之呢，就其实企鹅算是我们2019年的，算是年终，年终的时候开始变得熟识，对吧？然后也慢慢的企鹅越来越常待在我的台，然后越来越常给我鼓励，然后会上次就是其实企鹅以前常常称赞我说就是他很喜欢面面唱歌，然后觉得就是还有大耳狗的部分，每次看到我的台的大耳狗就会变得很兴奋的企鹅，然后越来越觉得好习惯有企鹅在的直播间，然后就是
啊，以前的企鹅，之前有一次，因为那阵子开始删直播档的时候，然后企鹅做了一件超级可爱的事，而且那时候他好像慌了很久，就是他帮我想了很多很多事情，就是他一直很担心是出现了什么意外，然后他在大半夜哦，我记得那时候凌晨两三点，然后突然四点，因为他说他晚上在重看我的直播档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很在意，然后我想说这个孩子哦，晚上不睡觉到底在做什么啊，然后害我开心了一整天。对啊，你不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吗？可是就是也是常常胡思乱想吼，然后就是也是年尾的时候，就是让我觉得要更疼爱这个孩子了，所以就是谢谢企鹅，卯足了勇气喜欢上了我，然后留在这里，然后还不停的给自己灌更多的杨静茹，希望就很开心上一次的握手会、生日会，然后好多好多好多的活动都有看见你，然后就是希望未来啊、不给你压力哦，不给你压力的下状况下，希望未来还是可以常常看到企鹅，很开心你的就是有你的支持跟陪伴，我超级喜欢你的，所以希望未来梁静茹可以给你更多勇气，让我们继续见面吧，谢谢你。好的，那继续喽。啊，怎么办？不行，加快，这样对前面的不公平。对，好，今天的第十二名，嘿，今天的第十二名是我们的敖江，无尽的敖江，敖江，敖江，就是，本当に，哎，不思議だね的感じ。Hello Fox 晚安，好多恩恩的人来哦。他都还要开直播了，对不对？晚上是吗？然后就是，能够怎么办？这个要翻译，麻烦大家喽。好，我要开始喽，麻烦大家要翻译喽。我会尽量讲的简单一点点。小时榜吗？现在吗？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在 showroom 的时候 ，Fox 晚安，我超喜欢恩恩的，对不起，啊，对不起。谢谢你点进来小时榜，然后请大家抢红包愉快，但是我现在要讲很重要的事情，对不起没有办法跟你们一个一个打招呼。大家好，我是 AKB48 TNTV 的正式生蔡雅恩，未来请多多指教。好的，然后呢就是其实我在showroom的时候就一直很担心，因为不会讲日文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因为收入那个平台很多很多的日本观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担心说啊怎么办呢，因为在 AKB48 里面如果不会讲日文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跟终于喜欢上自己的不小心点进来这个直播间的人打招呼啊，或者是聊聊天，甚至连自我介绍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自己会没有日本粉丝，然后也没办法跟喜欢自己的日本粉丝好好沟通什么的，所以其实很感谢敖江一直留在我的直播间，就算没有机会把很多我的内容听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甚至是好好的追完整个直播，所以其实敖江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而且其实敖江跟我认识也不算很久，但是前阵子他说他居然要从日本飞过来台湾，然后会努力的有机会就来参加我的握手会的时候，其实我超级感动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海外饭是非常非常稀少又很珍贵的存在，对吧？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其实敖江也带给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未来敖江跟 Sakura 桑我一定会好好学日文的，希望未来我可以凭借着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好好的跟你们表达我心中的想法，然后也好好的成功的能够唱完你们喜欢的日文歌来回报你们。哇，对，我练日文歌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总之还是老话一句，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おちゃん大好き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谢谢你。好
始咯。怎么办？平均一个人讲了四分钟多，会出事，怎么办？好的，就是今天的第十一名。今天的第十一名是居然撑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睡觉的黑流星。哇，流星，对，刚刚才说过，其实流星也是从前平台就一直陪伴着我的粉丝。从一开始我知道他也是基隆人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工作我记得还在山上，因为他那天说他很冷，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啊，怎么会有人在很冷的地方然后在山上还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是我又很担心他会因为这样生病。然后他那个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超慌的，怎么办，然后没想到居然一路以来我们已经两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还记得这件事吗？就是流星啊，其实从那个时候，然后到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他被我认出来的时候，他还觉得，哦，你怎么认识我？拜托，很重要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最一开始支持自己的人，就是会觉得被你们，真的被你们一直照顾着，然后到了现在，所以就是很开心，然后当然要好好记住你们。然后就是握手会那个时候，黑流星也是。啊，真是，他居然跟我讲说，啊，那接下来我要继续潜水了。哦，当然不可以潜水，好不好？你是很重要的存在耶。然后虽然常常流星常常这样跟我斗嘴，就是讲说啊，不管了，你都没看到我了，我要潜水了，不理你了。可是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口是心非，口先提酱汁耶。就是每一次的直播，流星有空都一定会来看我，然后每次的握手会，然后活动也都会尽量到，而且没办法来的话也一定会跟我说为什么啊，然后就是对不起，我下一次一定会来，所以会一直让我很安心，就是啊，无论如何就是流星一直都在呢，然后一直都在我身边，所以就是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的鼓舞，然后还有陪伴，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支持，无论是就是在浪 life 上的陪伴啊，然后还有实体活动常常会出现什么的。总之呢，潜水对肺活量有注意。喂，涛哥，我傻眼。对，他现在练得很有肺活量。对啊，难怪你现在练得很有肺活量，都不讲话，都一直在潜水，真的是吼，是不是啊？肺活量女王，肺活量小王子，呜呼。总之呢，流星也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人，所以请千万不要说出自己不重要了，或者是面面都没有看见你，面面都觉得你不重要，面面都没有想你之类的话，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存在，请务必要记得哦。所以谢谢流星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你耶、yeah! 好的，那个欢迎大家进来抢红包。喂，哥，对，怎么了啦？现在是怎样？为什么要凶我？国光你出场。耶、yeah, ，国光我出场，死定了！对不起哦，你们先看国光，手机先放着啊，乖，我念到我叫到谁，那个人再出来就好。快，你们先去看国光哦，就那一下下啊。好的，那我要继续放歌。好的，今天的第十名，哇，天哪，这真的是。太感动了，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李晨卢校长，哇，哎，月月不准潜水，去看国光，你潜什么水，去快点去看国光。就是天啊，就是李晨卢校长。哎，校长你是不是很少往前冲成这样，就是啊，而且刚刚社长还加入了粉丝团，谢谢社长。然后啊，之前其实也有认真的跟，别call我，虽然我身边没有电视。好的，就是我之前也有很认真的感谢过社长，就是社长总是背着就是大包小包的器材，然后又跑来跑去，而且上一次那个。社长是借镜头的还是他自己的？他是他自己的镜头那一段，可是他扛了一大台的机器，然后架在那里，而且还经历了千辛万苦，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挡道，然后而且对啊，而且是真的是每场，就是像之前签唱会啊，其实签唱会很难架，哎，就是签唱会很侧边，然后而且大家都是就是人群都在一起，就是很难架，很麻烦，然后就是他跟阿月都是自己带，对啊，所以就是觉得大家很辛苦，就是无论就是打
大包小包这样背上，而且其实我觉得，那很定的，超级定的，就是尤其是无论是自己开车还是坐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就是能够在现场不只看到你们本人，然后还看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在漫展，大家还记得吗？一年前的今天是漫展了，哎，一年前，昨天是一啊，哎是十八，是十八还是19吗？我以为是，120。是19跟20吧，哦好吧，糟糕，反正我记得前是啦，是19跟20吧，反正前一年前这阵子是漫展，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对社长很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他也是一直架着那台机台，然后他就，而且他就是视线也不会离开，就很认真，然后偶尔瞄一下成员，然后就很认真的帮大家收集到任何可以拍照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的活动目前能够摄影的还不算多，但只要能够摄影，他一定永远是超齐全、超级齐全，然后站在那里一早就坐好位置，然后就是开始帮大家获得更多就是没办法到场的人啊，然后什么的，或者是帮我们留下点点滴滴的回忆。所以其实一直以来，社长也是对我们整个团体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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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存在。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电视上的你好可爱，我看不到啊，怎么办？而且你们也看不到，笑死！你们还得听我讲完。明明要不要推广电视上的我？我要怎么推广电视上的我？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蔡瑶恩，现在正在国光帮帮忙上出现。大家可以帮我打开三立吗？三立现在在播国光帮帮忙，然后现在有出现 AKB48 Team TP 的三位成员，一个是林杰、刘雨晴，还有蔡雅恩。大家好，我现在影分身之术出现在国光帮帮忙上面，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看看哦，耶！对，感谢社长辛苦了。然后还有，其实超级感动，就是为了YouTube 上面的直播这件事情，因为宜兰其实也不是大家都能跑，然后就是社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第一个也是想到说，啊，那我要怎么帮大家记录下来这个影像，我要怎么去架设设备，我要怎么想直播呢什么的，然后就是反正社长的第一人选、第一首选永远是为了我们，所以就是其实一直以来超级谢谢社长，辛苦你了，喂，请多多指教。我会努力让自己不崩掉，妈，我要努力让我自己不崩掉，耶！谢谢大家现在点开国光帮帮忙。好的，那我要继续咯，继续。好的，啊，我继续下去这怎么得了啊？今天的第九名是游戏Hero。好哥，你都已经自爆过了，你应该不介意这件事情，对不对？谢谢好哥，游戏Hero，游戏Hero啊！怎么办？我现在想到游戏Hero，脑袋一定全部都是善意的一面。那怎么办？游戏Hero下次来见我的时候要戴善意的头套吗？然后还是跟我比这样的动作？其实我不知道游戏Hero认识我的契机是从什么时候，但是也是从那次之后，就是现在才第九，对啊，怎么办？要天亮了，等我讲完。对，游戏Hero下次见我请这样比好吗？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游戏Hero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我们的，但是就是从他第一次进来我的直播间之后，然后开始跟我互动以后，真的是也是几乎场场必备的人选呢，对吧？而且每一次榜上也一定有他，然后每次都要比这个动作，就是也是谢谢游戏Hero在认识我们之后，现在决定常常来陪伴我们，然后希望未来更多更多更多的现场活动也都能见到你。无论是就是虽然说以前的路程可能没有你的陪伴，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常常看到你的吧。所以真的很谢谢游戏Hero，因为就是其实直播啊这种东西常态做下来，
每次都会很担心，就是啊，到底还有没有人要看啊？怎么办？如果不愿意看怎么办？如果人变少了怎么办？如果这一次的人大家都没有看，大家对话题没兴趣怎么办？所以就是其实很谢谢每一次直播都会出现的你，然后就是无论是我讲什么都会回答的你，或者是就是常常跟我互动啊、吐槽啊什么的你，总之很谢谢你，有你，因为有你在，所以就是直播总会变得很安心，超级开心的，谢谢你，耶！好了，那我要继续了，谢谢游戏娱乐，谢谢你们，谢谢来抢红包的大家。今天的第八名啊！今天的第八名是うちのさくらさんです。耶！麻烦会日文的人请务必回避，但是要帮我翻译，谢谢大家。嗨，うちのさくらさん。ね。因为其实さくらさんはあの青ちゃんの前からあの私ずっとライブを見ている。だからあのさくらさんはいつも優しい、あの優しいと、想一下，他是一个很温柔而且很努力在推广我的人。就是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因为IG 上面 Insta 上面的 fan 就是 fan page 我在讲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吗？粉丝专页，然后就是在那个 IG 上的粉丝专页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像 Sakura 自己的 IG 什么的，全部都是很努力在放我们成员，然后甚至也是每一次直播都会截图啊，然后跨日了啦，不玩了怎么办？就是常常会就是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截图，然后帮我们保存下来回忆，然后也是很努力的用日文去推广我们，然后也是明明整场虽然学了中文，但我觉得应该没有刚学中文就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人吧，这根本是天才了。所以就是其实因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还能留下来，然后就是超级超级感谢，而且也常常会蹦出一些一两句中文，会让我觉得啊超可爱的。因为原来真的有因为喜欢我们的人，然后正在努力学着我们的语言，想要跟我们沟通，而不是只有我们想要学日文，想要跟你们沟通。就是你知道，当自己跟饭是互相双箭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温暖，然后也会很开心，就是很开心自己被这样子喜欢着，然后重视着，然后甚至就是他们会努力的也想要让你们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つも私のパワー私のエナジュ力量要怎么讲啊，優しくて 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豪哥，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日文有这么烂？エネルギー、私のエネルギーで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これからも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だか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ずっと私に応援し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切な大切な醤油です。ですよ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的，继续。国光帮帮忙还在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要继续了。谢谢豪哥，谢谢大家的翻译，对不起。今天的第七名是我们的林哥，林哥，这个臭弟弟。对不起，我现在是自暴自弃的状态。林哥你在吗？林哥你还在吗？林哥如果你不在的话，我要继续骂了。好，我要加油。林哥你这个臭弟弟，
我跟你讲，你李佳丽喊的超大声的，尤其是你在宜兰的时候，很大声的喊啊，李佳丽，李子，哇，声嘶力竭的我都听到了。我跟你讲，但是呢，我要说，就是这一次的 mini con 啊，就是我往侧边看的时候。很开心，我有看到你举起了我跟杰星的扇子，还是因为我刚刚好转头你才举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你说啊，豪哥，你不可以为弟弟抱不平，不行，不可以，弟弟，没错，啊，我很鼓励大家弟弟啊，可是我还是会生气，好不好？请还是要看着我啊，要看着我，你那个扇子都不举起来的，你说你是不是？对，你要喊面面哦，不够大声，我没有听到。都大声一点，上班长！我要大声到我有听到 Lingo 破音，就是那个破音的人，我就说啊，是 Lingo 在叫我。麻烦下次请破音。对，我还在念本，但是呢，他台下还有十几个扇子，我知道啊。但是不得不说，我一定要称赞一下 Lingo 做扇子，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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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的，而且他还常常更新哦。他之前 Usagi 就有更新过，对不对？要破音，要求破音，要笔记。就是其实一开始看到大家开始在做我的应援扇的时候，我很就是对不起，人都是先从没自信跟担心开始，对吧？我一定会担心大家有没有做我的应援扇嘛。而且就是我又很喜欢看到认大家每个人应援扇啊，看到应援扇就会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谁，就是无论一开始熟不熟，还认不认得脸什么的，总之就是一开始看到那个林果的那个面面应援扇，我开心了超久的，因为很可爱，然后而且一看到就会印象深刻，就是啊，我知道这个人是林果呢。然后就是虽然他一路以来滴滴了很久，但是其实也是场场活动都会出现。然后呢，虽然你在生日会上呢手气有点太好了，我很生气，但是真的是谢谢，因为有你的支持，所以才会一直抽到你啊，对吧？然后也才会一直见到你，所以谢谢你有做出我的应援扇，谢谢你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有喊出我的名字，有记得把我的应援扇拿出来，然后谢谢你在生日会的时候有出现，谢谢你在无论多忙的时候，然后直播一定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闪人这样子，谢谢你。无论如何都一直在我们身边，虽然你是个大滴滴，超级讨厌的，生气气爆了，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你，所以谢谢 Lingo， 耶！好啦，太欧了，太欧了，欧果欧一波。好的，继续加油。接下来呢，第六名，今天的第六名是我们的富外哥。没有都在好不，你敢说你没有抉择的时候吗？你这个臭滴滴，当然只有选择的时候，好不好？你一定有没有选择我的时候，对不对？我现在就有证据，我看一下，你看一下哦，你一定有没有选择我的时候，我的证据就是林果 L I N G O 后面没有打勾勾，大家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对吧？谁说我没有证据，对吧？麻烦麻烦帮我圈起来一下，林果后面打勾勾了吗？没有打勾勾，耶！好了，现在不是你的时间了，好吗？对，天天有勾勾哎，天天有勾勾哎，天天快点 diss 林果，怎么办？等一下，现在不是你的时间，现在是傅伟哥的时间，傅伟有选择的余地吗？还没有念完吧，对不起。好，等一下，就是呢，其实傅伟哥算是一直到也是到近期吧，近期的浪 life 也跟我越来越多互动，然后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上一次的首度会，真的傅伟哥来 loop 了好几次，然后虽然我知道因为傅伟哥一开始是推最推最推谁，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是因为我知道一开始是为了阿 K 要跟阿 K 讲话，然后我就很担心怎么办怎么办抢话怎么办，然后就是傅伟哥就超温柔的，他就说面面面面面面，就是其实就我也一直有在支持你哦，就是你很元气嘛，然后就是未来也会一直看着你的，然后我想说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人，而且对啊，傅伟是大弟弟，我知道。我有看到他恭喜我们的文，一看就知道他是弟弟呀。可是呢，就是因为
为手都会的天赋，伟哥跟我讲的话也让我变得很安心。他就说握手会会来找我啊，然后之后呢，握手会也会，上一次他就跟我讲说握手会之后也会努力来 loop 我的，你还记得吗？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还记得吗？大家有记得吗？富伟哥跟我说他握手会也会努力来 loop 我这件事情。问号，他问号，他不能问号。记得，给我记得。就是我的，对，我的 D 加开了，麻烦你可以努力 loop， 你要 loop， 你要从 A loop 到 D 都没有问题哦。A B C， 他应该有填吧，他应该有填吧。总之呢，而且那一天首都会的那一天，傅伟真的来到我，真的是对他都整，他那天穿什么衣服我都已经认识，他牌子。蓝色的牌子，然后手上拿袋子，对吧？哎，对 对, 对，蓝啊，蓝色的那个蓝色的塑胶袋子。然后想说，傅伟你又来了耶，傅伟哥你又来了耶，对不对？他已经来到，就是多次到我已经对他完全是印象深刻了。所以就是感谢傅伟哥安定人心的能力，感谢你的 loop。好险哥哥还活着，阿生你还敢说？总之呢，谢谢。在首都会的时候傅伟哥跟我说的话，然后也谢谢傅伟哥现在每一次浪 life 都会来跟我打哈哈。无论是吐槽我还是就是一直陪伴我给我力量称赞我什么的，然后也谢谢你很快很快就答应我说握手会一定会来找我的，然后还说要来录口什么的。所以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大家说的其实一字一句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能力，很不是能力啊，是能量，对不起。给我很多很多能量，所以谢谢傅伟哥一直以来的陪伴，未来也请继续 loop 我吧，谢谢。谢谢你。好了，好继续咯，好继续咯。今天的第五名，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你们拍就好，因为我不要对到拍了。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 Skyler， 转，哒，没办法，他就是喜欢我没有对到拍，不是吗？耶 ，Skyler， 好的，真的是 Skyler， 我应该不用说，他真的天天都在讲他为什么会认识我，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不知不觉也很久了耶，二期生们都进来了。他其实是在我们那天在西门啊，不是有在发传单找二期生们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在被街头的一个 rapper diss， 就是那个西门不是常常会有街头的艺人吗？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艺人就在唱 rap， 然后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灌进歌词里，然后我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于是他就加了一句说你不要再跟着摇了，因为从头到尾就没有跟到拍。然后从那次之后呢， Skyler 居然就入坑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他，真的就是耶，谢谢天际线，呜呼，对吧，神之入坑耶，这简直就是你不要跟着节奏，因为完全没有对到拍。对，你不要跟着节奏，因为完全没有对到拍啊！气死了，他居然是因为没有对到拍之后就开始来看我的直播。好的，但是对天际线有病，天际线是奇怪的人。但是呢，没办法 ，Hannah idol 就会吸引到奇怪的人。对不起，我没有 diss 在座的各位都是变态这件事情啊。但是我是说，总之呢。也谢谢 Skyler 奇怪的癖好导致我们认识了，我们相遇了，谢谢 Skyler 喜欢这样奇怪的人耶、yeah! 切尔东也是变态之一哦。好的，总之谢谢你们，然后谢谢 Skyler， 还好 Skyler 有看那一次的直播，谢谢你。好的，奇妙的缘分促使了这奇怪的友情。Hello 各位变态们，好啦，谢谢渣女派Lingo 也对，不然你知道，我就是因为看到切尔东找我派，我才骂他变态。Lingo 就不用说了，Lingo 就是一个大滴滴，嗯，臭滴滴，臭滴滴，我以后一定要做一首歌给臭滴滴听。好，
总之呢，感谢 Skyla， 感谢星，感谢天际线，感谢变态的天际线，呜呼，最喜欢你了。好啦，再来喽。今天的第四名是国光帮帮忙要结束了，今天的第四名是亚麻乐吧。你有没有在非线上的活动跟我讲过你是亚麻路普啊？有吗？有吗？是不是没有？快快快，亚麻路普出来说话了。嗯，我知道，可是我发现你很少跟我自我介绍，对不对？那个节目不是一个小时吗？对，是一个小时。可是我觉得我要把它讲完，你知道我。从念榜到现在有多久了吗 ？Hello， 膝盖帮的大家，我无地自容，对不起，膝盖帮的大家好，我是对这个好久不见了，对不起，我是不行，我现在在念榜环节了。哎，我刚刚想到念榜了，怎么还在？我还在念榜，杨曼伦夫。你下一次举着大大的羊毛鲁普跟我啦，这样子我才可以一眼看到你，然后对着你喊是羊毛鲁普哎，听到了吗？下次请帮我做一个羊毛鲁普扇。对，因为我想要之后马上可以轮到你。可是呢，还是握手会你就要做了，大大的羊毛鲁普。哎，对啊，因为其实羊毛鲁普也是。他基本没有缺席过我的直播，哎，我每一次都可以念到他，而且每一次都有他，然后也是常常语出惊人，出现一些很逗逼的留言内容。对，然后总之呢，就是这一次的mini concert， 也谢谢你又举起我的扇子，因为就是老实说，因为我也算是蛮常站在侧边的位置嘛，无论是右边左边，我也是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只要看到有自己的扇子，就会超级感动，因为耶，我有地方可以犯傻了。不是，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啊，如果这个是小迪推的话，我对他犯傻，他就不会理我。哎，如果有举我的扇，你不会理我。微笑。谢谢各位膝盖帮。谢谢各位膝盖帮的那个，现在下来为止，可是我现在在进行一个很奇怪的环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会理你啊，我最温柔了，胡子 ，skill， 温柔的胡子大叔，谢谢。对，所以超级感谢你有举起我的扇子，让我。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发现我的粉丝，你有收到吗？总之呢，一路以来也是谢谢你了。然后就是，无论是浪 life 也好啊 ，mini con 你会觉得可能，也许或许 mini con 有些人会觉得远远的没有机会跟我们互动到，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因为有你们在台下，我们才有舞台嘛。然后就是其实还有像握手会啊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活动，就是谢谢你。无论是就是有没有大声的大喊你是亚麻路夫好了，对，当然就是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的鼓舞跟还有，不行，我不能再用一样的词了，写作文切忌用同样的词，就是谢谢你一直给我的。能量用过了，鼓舞用过了，还有什么 power 也用过了，他还给我，谢谢你给我的尽量电池，谢谢亚麻路普，谢谢亚麻路普给我的尽量电池，我充到了，谢谢你，我会加油的，也会让未来的直播越来越有趣，所以谢谢你，未来我们要一起走下去哦，我的尽量电池啊。怎么办？这样会很突然吗？谢谢你，最喜欢你了。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在这边陪我。好了，我要开始了，趁着下一个。好了，那我们进行到了今天的。真的是太不得了了，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有办法把这个榜念了一个小时啊。今天的第三名真的是
你还对吗？今天的第三名，今天的第三名是我们的最爱。我不想喊，我不想喊前面，我要喊今天的第三名是我们的酷乐。我的 C 罗 ，Hello C 罗，所以还没念完了，对，还有三个，还有三二一名，对不起，等等我，拜托，等等我，最爱谁呢？真是的，最爱你啦！好了，就是又在哭了。虽然呢，哭了也是属于跟我斗嘴系的，因为为什么是斗嘴呢？因为他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来一段神之告白，但是呢。Sorry， 你还记得你是谁的小编吗？啊，但是这不是我，对，我怕我提了骷髅又会陷入一个负能量的情绪，真的是哈，我觉得，哎，不要再来找我吵架了，不要再来找我吵架了。你当上一次，你当在首度会的时候，在后面大喊说，喵喵喵喵喵喵，我爱你，然后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公然示爱的最佳例子，对吧？耶、yeah! ！好啦，就是其实也是谢谢骷髅常常给我莫名其妙笑到肚子很痛的能量，谢谢我的充电宝，呜呼！哎，骷髅现在也算是 idol 的吧？我记得现在骷髅也有在经营 YouTube 跟 Live 直播，对吧？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努力，不要再大吼面面我爱你了啦！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我要喊什么，哭了我也爱你，呜，下期下期，我很害羞。总之呢，谢谢你每次，对啊，就是其实我感性的时候，骷髅都会给我很就是很内心深处的鼓舞，然后虽然平时总是呛来呛去，然后突然就来了奇怪的告白，但是我都有收到哦，所以谢谢你，非常感谢你。首度我也有喊哦，哦是吗？哦，像杨秀，哈哈，杨秀，听到了吗？哎，现在是骷髅的时间，不是你的，走开走开走开，骷髅，我才没有查水表好吗？好啦，总之也谢谢你啦，迷你签晚安，小签嘛，小签好久不见了。今天的第二名，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夜风明月 Megazi。属于什么型你知道吗？他跟我的互动就是属于你懂我懂，话不多就好。好，谢谢明月。是不是没办法啊？做明月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当肉麻系的人，那我只好不还有25分钟换日怎么办啊？日本已经换日了。明月怎么办？我从昨天一直欠你到今天的感谢怎么办？明月，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干一杯，来。不要再唱了吧，要唱。我不能再唱《明月》，其实他已经现场翻过我一次白眼了，这是我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心理的伤痛，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明月，我就会想到他那个超级实际、发自内心、用力。又不想伤到我的白眼，哎，你们知道吗？我有跟你们说过这件事情吗？那天明月来首都会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明月本人，然后我就对他唱说：“是明月，每个字关键好，明月几时有？”然后他就谢谢。哇啊！阿 K 当然是傻眼了。我终于得到了近距离的夜风明月的饭撒，谢谢，好开心哦！你知道什么叫做充满幸福洋溢的微笑？啊，
是，谢谢切尔东送我的月。啊、哦！天哪！哎，真的耶！哎，你现在有画面吗？你现在没画面，对不对？好棒哦！好棒哦！一样很棒。有吗？不会啊，还好啊。啊的脸，谢谢耶！你们截到国光的图了耶！抖M是我，我不是，我不是抖M。哎、欸，我刚刚讲了什么？你也翻白眼。不是哦，对了，谢谢切尔东，谢谢切尔东送我的夜风明月。大家，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切尔东刚送了一个翻白眼，所以谢谢切尔东送我的夜风明月，好开心哦！哇吼，每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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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理我，每个字都不理我。怎么办？那我应该要感性一下吗？好了，感性时间。总之呢，就是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可以慢慢讲啊？我这样吊胃口好吗？没关系，明月就喜欢这招。好啦，对啊，他送的是诗雅还是明月？你什么时候变诗雅了？你看他承认了，他承认了。怎么办？因为听说明月会来是吧？明月会来是吧？是啊，谢谢明月。好的，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突然想不要送我夜风明月？不要。谢谢他哥，你的心意我领到了。总之呢，听说你会来，握手会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想听感性一下的面，感性面，想听一下感性面是吧？请等我，等着我吧，让我把茶茶弄哭以后再来弄哭你，大概吧。不可能，我就是想要霸气的说一下嘛，我就知道不会成功，我知道，我先讲啊，就跟林依云一样，我绝对不会赢你的。你看吧，一语成谶，就是要这样的 power， 所以我一直都要弄哭你的。很难吧？啊，好啦，谢谢麦克斯，谢谢麦克斯的朋友呀，喜欢你，都喜欢你啦。听说面面在鄙视滴滴，嘿嘿，没关系，我爸也是滴滴，我不会鄙视他，真的不会。最喜欢爸爸了，我们要鄙视滴滴，好了，哎，真的是不得了，这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你知道人生走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都已经看到曙光了，真的。看见日出。对，真的看见日出了吗？真的。然后，非常重要，我们来挑一首歌。Into Leo 那个你知道的吗？那是那叫什么？向未知探索，向未知探索，向未知探索。你知道那首是什么吗 ？Let it go。Let me go Frozen 2的歌，好，没有，不能用那首，好，快点想一首吧，来一首最重要的，跟你们讲啊，金马奖啊，金马奖有版权，不能再用了。金马奖是 Let me go 吗？是吗？就是 Let me go， 就是那个，我是说就是冰雪奇缘。对不起，走嘛，快点来一首。你不理我。Hello， 今天的第一名从国际换日线一直等到，哎，对，哎，他现在人在日本，对啊，所以他真的是隔夜，对啊，他等了一整晚没有等到，哎，他从他没有，他从昨天九点，他昨天从昨天晚上九点，十点，昨天晚上九点开始，九点开始直播，你九点，他十点。他十点，对，所以昨天晚上十点开始。你好坏，你现在跟大长圈本圈跟大长圈本的时候有什么两眼？就长进人就一直在生气，真的是。听得懂你在本圈什么？对啊，印度洋的，对 ，Sorry，Hello， 那个，哎，怎么办？我的第一名，叫我第一名，叫我第一名，第二名已经12:40了，拜托帮我点一首背景音乐好吗？然后点一首背景音乐。不行，我不能让他等到一点，我不能让他等到凌晨一点，而且我已经从国光。那首歌呢？他那首歌。
哎，可是哦，好，哎，我已经从国光帮帮忙一开始到现在，我就说我真的会用完国光帮帮忙吗？怎么办？好的，对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国光帮帮忙。好的，今天的第一名是我的专属守护者帮帮忙。什么？我没有，没有，没有。好的，就是呢，今天的第一名是我们的本文文，那相信大家一定对他都不陌生了吧？这孩子总说自己很低调，然后总是说做一些会让人家吓到毛都掉光、很高调的事情，是不是？刚刚火箭是不是？你看吧，毛都掉光光了吧？好啦，总之就是超陌生的阿森，怎么办？阿森说他不认识你啊，本网文，快点带回去调教一下。总之呢，就是跟本网认识的缘分也是很，算是也算是幸运吧，然后也算是很奇妙的缘分。然后其实从一开始本网入坑的时候，就是还不算认识我，到了现在，而且其实我们也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是吧？而且上一次的握手会也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很平静很平静，然后很安心的跟你说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然后也谢谢你现在以这个身份一直守护着我，然后无论是你常常跟我说分享你的生活啊，或者是每一次的活动啊，也都很努力，但又是一个扛大炮的，又是一个带了所有的家产，然后扛得重到不行，然后还要坐车，然后杀到宜兰，杀到各式各样的地方来看我们的，而且还要带着梯子爬高高，然后还要很努力的去各种角度拍我们，然后回去之后还要很努力的修图。对，你不觉得真的是放偶像怎么那么累啊？对吧？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我都超级心疼你的，而且感觉你都没日没夜，你根本就没有在睡觉。真的，我根本就没有看过本文在睡觉，好不好？本文真的有睡觉过吗？我的天哪，就是常常写信跟我写说什么现在是凌晨两点，然后凌晨两点，然后说我现在正在喝我的咖啡，你凌晨两点在给我喝咖啡，然后说什么今天失眠了，然后现在是凌晨就几点，然后就是这个人每一次都是在一个很奇怪莫名其妙的时间跟我说话，哎，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都没有在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你看哦，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又带着就是很沉重的东西，然后又来看我们，对，夜袭小王子，对吧？然后其实本娃是一个从我以前认识开始我就觉得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然后手又超级巧，然后就是其实对我们也是很照顾很照顾，然后其实在每一张照片里面啊，然后每一段文字里也都有属于他的小心思，然后其实每一封属于本丸的信里面其实都会有他很细腻的笔触跟他的每一字每一句的温度，像是无论是走到日本啊，或者是每次爬山啊，或者是走到无论是哪里的时候都常常跟我们分享，然后走到哪里都会想起我们，想到我们，甚至会为了我们而留下一些足迹，仿佛就好像带着我们一起走到了那里，然后或者是常常拍了一些很生活很生活的景啊，然后或者是看到猫咪，哎，想起了你；看到蝴蝶，想起了你。反正无时无刻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在酱油的心中也是不只是一个偶像，不只是在舞台上看见的人，不只是想要支持的对象，是甚至是可以渗透到他的生活里面，然后时时刻刻都会想着你，时时刻刻都会想到说，那 Soba 现在在做什么呢？啊，这个想要跟他分享，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也想要跟他分享很多开心的事情，所以就是怎么说，本丸是让我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放偶像方式的粉丝，然后其实在各式各样的文字里面
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很不一样的想法，然后甚至有，无论是有的时候小小的任性到别扭啊，或者是怎么说呢，会突然像很像爸爸一样，就是变得很成熟的口吻，然后好像看着我们一路成长，然后就很欣慰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其实从本丸的视角去看，我们也能看到很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常常因为本丸的一些话也会点醒自己。然后其实因为在浪 life 里面啊，就是直播这件事，我刚刚有讲过，就是直播因为很频繁的关系，然后其实我也每次都不知道这样子的话题你们喜欢吗，或者是这样子的我今天会不会很没有特色啊。啊，这个礼拜二的事情就是说过了，一直重复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其实一直在 life 上面，让 life 上面陪伴我们的人是很重要的。然后一开始本娃娃开始认识我们之后，就常常就是在让 life 上一定会出现，无论有没有，就是他常常说他想要做个低调的人，所以就是我可能说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他不一定就是回复的最热烈的那一个，但是就是你喊他说，哎，本娃娃你在吗，然后他就说在啊，就是我一直都在啊，就是他会给其他饭很多机会能够让我们互动，就是跟我们继续互动，但是他永远都会希望自己就是在旁边守护的那种对象。所以其实就是他常常讲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就是啊，真的有人默默的在陪你，然后默默的给你很多很多的能量，然后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就是不会一直说什么我刚刚有送你东西，你怎么都没有念到我的名字啊，这样子之类的，就是常不会用很给我们压力的。对啊，我的台真的我也觉得大家对我都太温柔了。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是一个就是很温柔的存在吧，然后常常又用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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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不行，我觉得文字的力量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因为本丸真的太会写，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信就哭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常常用文字给人力量的人，然后非常非常棒。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突然要讲就会觉得，对啊，好多好多话可以说。对啊，还有握手会呢，就是上一次握手会其实也是让我更深入认识本丸的一次，因为可能是因为面对面的关系吧，所以会觉得就是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想法。所以总之呢，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在2019年认识了本丸，然后认识了大家，然后无论是从一开始到现在，然后甚至是最近，或者是只是刚好点进来看看我的人，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看着我成长到现在了。所以在今天呢，我终于可以第一次跟你们大家好好的自我介绍了，就是现在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正式成员啦，所以未来也要请多多指教。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蔡雅恩，未来请多多指教，谢谢你们，耶、yeah ！好，这是维持超级超级无敌噼里啪啦久的直播，然后希望这次在榜上的大家真的有听到，就是我对你们的想法，然后也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然后谢谢大家这么重要一次直播，你们也出现了，谢谢你们，然后辛苦啦，对，快要换日了，然后还剩十分钟，大家要记得。李天天，眼泪已经流过了，而且我说不可以哭，好吗？不可以哭，李天天，眼泪嘞。哈哈，我有办法吗？等一下，好，那我们来。好，要有截图时间吗？预备，拜拜。我要有音乐的感觉。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
自拍视角哎，很少在直播看见吗？啊，各种自拍角度，哦，不行，他会找。哦，等一下，他回不来。然后呢？还有一个，这就是直播才会出现的。好的，还不是因为太嗨流汗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然后国光帮帮忙已经只剩下七分钟了，我的天啊！总之呢，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未来请多多指教喽。记得待会儿看完直播之后，如果有办法的话，记得帮我转一下三立，看一下国光帮帮忙。礼拜六点嘛，拜拜，晚安。然后等一下让我冠名播出，感谢那个面妈正在待的膝盖帮们，对不起，就很莫名其妙的惊动了膝盖帮，非常抱歉，谢谢大家，今天就是那个，就是对，对不起，我好像莫名其妙就是吓到了很多膝盖帮大家，谢谢你们。未来请多多指教，谢谢你们喜欢小迪，我也超喜欢他呀！哇哈，拜拜啦！对啊，膝盖忙，今天有点忙，怎么办？耶！